日前路口发生事故，警察因此到民众家中调阅监视器，不料家中的柴犬牛奶见到警察来访，热情坐在一旁讨摸，而家中有养狗的远景也边执勤边温柔摸摸牛奶，超可爱影片被饲主放上网，引发网友热议。乌鸦是鸟类里面最聪明的，我最聪明啊！它飞行高度可以高达6000米，6000米，哎，对，哇！乌鸦会不会讲话？会啊，乌鸦真讲，它会讲，它会讲话，毛怪就啊，它的名字就叫旺旺啊，旺旺，乌鸦会讲话，要看旺，看它心情啊，旺旺，旺旺啊，旺旺，旺旺，哎呦，旺旺，哦，旺旺，它的名字叫旺旺，哦，哎。是什么？完全不懂。是什么？就带来一堆东西了。这是狐狸狗吧？这是狐狸精。狐狸精。这才狐狸精。狐狸精哦。我是幽默。这个是成犬嘛？对啊，它这是狗。它是什么？是狗吗？这个是雪狐，北极狐。狐狸，真的。雪狐有感应到哦，狐狸精哦，它不会咬人吧？不会吗？很好摸，那我哦呀，好好摸。今天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说它哦会紧张啊，不好意思。你知道你头上有一只鸟吗？你知道？有吧？乌鸦有哥哥的吗？在节目上要帮乌鸦澄清一下。好，挖嘴来说，帮它发声。古时候哈，比较穷，他家里面有人过世，就随便这样包一圈。啊，乌鸦吃腐肉，水果，跟昆虫，假货到酒博吧。对，然后就整群会到那个商家的屋顶上面去集合，然后开始叫要吃腐肉。对，所以他是被历史污名化。好可怜哦，他其实没那个意思，只是他的史。对，所以就这样看看有没有得吃，就这样流传下来，说乌鸦不吉利。他其实乌鸦在日本是国鸟。对啊，很多地方。在台湾这边的文化变成说它不吉利，哎，这可是它很漂亮，现场看才知道乌鸦啊，乌鸦哦，比一只鸡来讲差不多多大小，对，而且好黑啊，它这是消光黑耶，很黑耶，黑的很漂亮，乌鸦是鸟类里面最聪明的，我最聪明啊，它飞行高度可以高达6000米，6000米，哎，对，哇，乌鸦会不会讲话？会啊，乌鸦真讲，它会讲，它会讲话，毛怪就它的名字就叫旺旺啊，旺旺，乌鸦会讲话，要看它心情啊，旺旺啊，旺旺，旺旺，哎呦，旺旺，哦，旺旺，它的名字叫旺旺，哦，哎，这一只是自己飞来的，这一只啊，嘿，对，没有，这一只是。我朋友在山里面，他刚学会的时候就撞到他家的玻璃。哎呦，玻璃擦太干净，撞到对，玻璃擦太干净。怎么那么可爱的原因？他知道我喜欢养宠物，就问我说要不要养，我说好啊。啊，你就把它带回来。对啊。哦，所以你看缘分啊，真的，就是想来这边。而且毛色真的很。旁边这一次就看得出，哎呦，他在吃那个，他饿成这样了。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三千融汇，哎，你好，宪哥。你好啊，这一次是什么？又是白字碗。浣熊，浣熊啊，是浣熊，它就是浣熊，哎，可以摸，哎，浣熊哎，它叫布丁，布丁熊，我摸到你，而且它是白纸画了，哦，它有它最爱吃的白白的三核桃，你可以拆来喂它。我知道浣熊其实是很凶的，对，好凶嘛，哦，啊，你可以这样跟它玩，教育啊，你们不会教育它吗？用爱心去爱它，我们就是从小陪它睡。陪他睡，他不会那个攻击你们，不会咬你吗？从小不会。我看你呢，不会。要不然你要连手都敢剥了。对，我确定他不会咬你。那他会护食吗？哦，我就会啦，不会啦。来，你们去告哦。不会啦，他不会咬人。他没咬过人，这一只很乖。我真的，他的手好软哦。那个小，你这核桃都没拍下来。哎，他的手好软哦。啊，你还为他们这些开了一个宠物餐厅啊？对啊，哎，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大家都可以来。还有心情也特别，你看我的眼睛这样，好好玩哦。都在你这个店里可以看得到，就对，可以的，大家也可以看看。哎，两只，这是什么？介绍臭鼬吗？变种松鼠，白面鼯鼠。
白内鼯鼠，鼯鼠五季，台湾特有种的白内鼠，会飞的那种，那不就是那个台湾原住民的那个是飞鼠吗？对，它就是飞鼠，对啊，飞鼠，那它可以飞给我们看吗？比如说你加过来，他就啊！我在网络上有看过，哎，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环境高度不够，没有，因为它要够高，因为它是用滑翔的，哦，它只是它这个底下变成一个类似滑翔翼上，哦，把它飞行膜拉出来，因为它有这个飞膜，你看，哎，对，可以这么开啊！飞模式上啊，所以你们是台湾人文动物关怀协会，对对对，我们就是集合一些宠物爱好者，然后把宠物带进校园，教育那些教育学生小朋友看呐，要爱护小动物，对，要跟他们介绍说动物你要怎么照顾啊，对，啊，你要有责任呐，遗弃动物的囤化应该从小就要教育，没错。那他会站起来了，哦，这样。哎，对，就是那只网络上面的那个，我鼠好可爱哦。你可以转到正面，我们看一下吗？观众可以看一下，对。好，哎，好可爱哦。把它转正面。对，啊，最喜欢看土拨鼠那吃东西了，对。Fresh pineapple, oh sir. Oh, thank you.Pineapple, here, pineapple, here. Ding, ding. Thank you, sir. No, what is that? You don't take garbage here. Get out. Oh, hey, sir. Money. You want to buy a pineapple? Thank you. The money is gone. Bye. Fresh pineapple. Oh, sir. Oh, thank you. You want a pineapple? Here.Ding, ding. Thank you, sir. See you later. Bye. No, what is that? You don't take garbage here.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h, hey, sir. Money. You want to buy a pineapple? Thank you. That's it. The money is gone. Bye. Here's more pineapple. It's gone.There's no more pineapple. Please take your credit card. There's no more pineapple. No pineapple.